来，听话，这是个特殊的问题。球迷点牢度的影响现况真是，不求牢度啊。做些人对着题目都看无，别看题目。我们把题目再念一次，好不好？求什么？迷点牢度影响现方程式，变化影响线。影响线结构体上有没有再造？一掉吧啦，作用在任何地方掉吧，一会跑掉吧。啊，但是它要一在跑的时候要求什么？迷点牢度怎么变化？对不啦？啊，一装在这里的时候，迷点有没有牢度？有，迷装过来的时候，迷点牢度变小；再过去，迷点牢度更小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嘛。看到吗？一的加权，这个牢度最大嘛；一来个加权，牢度变小嘛，对吧？就是要求这个很小嘛。所以做这人，这个题目连题目都看无，啊，这足简单的啊，你看。单位力作用在任意点，造成的迷点牢度有没有等于单位力作用在 V 点造成的任意点牢度？未付一定理嘛，对不啦？这个啥？单位力作用在 V 点造成的任意点牢度嘛？单位力作用在 V 点造成的任意点牢度会等于什么？回到这里，回到这里。影响性的问题，影响性的问题是啥物？影响性的问题，单位力是作用在任意点，对吧？好，啊，叫这个啥物？这个叫啥？这符号叫啥？德尔塔 V X，对不啦？单位力作用在任意点造成的 V 点牢度会等于什么？单位力作用在 V 点造成了什么？任意点牢度。这个叫 Delta XV 对吧？这两个有没有一样大？位移负一定理。如果你会用位移负一定理，那要求 V 点的牢度影响线，其实就是求什么？就是做这个题目，对吧？单位力作用在 V 点造成的任意点牢度，你都为这要把这条线变形曲线下水道啊，用积分法讲解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微分方程式嘛，m 等于负 x 嘛，哇啦，下面 n 点摆在右边嘛。负 x 啊，再变成正的啊，也见面个公告吧，对不对啊？这不是求上面某一个端的反例，上面某一端的弯矩，不是哦，这么是求啥？牢度的影响线哦，各位，既然会考牢度的影响线，会不会考转角的影响线？对吧？所以各位，你看，这安尼有清楚吧？安有清楚吧？其实这个题目的重点在这里，对吧？单位力作用在任意点造成的 V 点牢度会等于什么？单位力作用于 V 点造成的任意点牢度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有做这个问题的话嘛，啊，要叫单位力作用在 V 点造成的任意点牢度，我要用。积分法求牢度曲线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头后跟你讲，那你讲位移负一定理，我讲位移负一定理足重要哟，对吧？因为伊伫影响线上会用很多，因为变形线就是影响线，对吧啦？因为变形线就是影响线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再重视一，对吧啦？因为影响线的定义就是安尼嘛，对吧？所以这页不用再讲了吧？因为道理拢相共嘛，哈，这算得算省嘛。啊，你看，阿伟如果要求 V 点的转角影响线呢，这道是啥？因为牢度影响线方程式，阿伟呐，本来这样我想要给你看啊，
来，我回去叫出来你看啦。来，一作用再认一点，对不啦？还要求加，这里有没有转角？求米点，哎，这是米点难度的啦。啊，不不，这是这另外一个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转角还有哈，转角还有不？啊有，先看这里，好吧？先看这里，这求啥？米点转角影响线，来，但是重点在这里。朝下单位力，中央移站一点，朝下其实门下嘛，我给你打个灯，咱这东西朝下嘛，朝下的单位力作用在任意点造成的什么 ？B 点顺中上转角会等于单位顺中向力矩作用于 B 点造成的任意点朝下难度，有吧？来，重点是这零，重点是这零，你看题目要创啥？米点转角影响线啊，米点转角影响线是啥物问题？是这个问题。它的结构情境是这个啊，打这图应该啷用？我给那个副标定位了。一中再认一点，因为这是影响线呢。定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段距离就要叫什么 ？x， 然后它会变形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有没有个转角？这边有个转角，这个叫 b， 这个叫什么？西塔 b。好，我问你解的问题：一作用在最右端的时候，西塔 b 最大，同不同意？一作用在右端的时候，它弯的最厉害嘛？所以西塔 B 最大，一往左边慢慢移过去，西塔 B 会越来越小，对吧啦？好，所以这里叫做谁？这里叫做啊来，单位力作用在任力点造成的 B 点转角，对吧？来，会等于什么？B 加单位力矩，作用在。造成了什么？这里写西塔，这里要写什么？单位力作用在任力点造成的 V 点转角，会等于单位力矩作用在力矩哦，就写力矩哦。单位力矩作用在 V 点造成了什么？对吧啦？是不是微乎一定理啦？这哪小刚对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刚刚微乎一定理，我们有没有说那个量可以换过去对吧？转角跟脑度的量可以换过去，所以你看我这里写，来我这里写。来来来来，我在家，我家这样资料，我在家资料，我回去再传给你，好不好？这里要写双符号，如果我用我加符号进来，要写双符号。这里是不是要写转角嘛？西塔，米，这样我个 highlight 一下，看清楚。好了。是不是这个？朝下的单位力，如果你要画图，就是画我黑板上画的图啦，对吧？那如果我用文字来表示，朝下的单位力作用在任意点造成了 B 点转角，会等于什么？单位顺中向力矩作用在 B 点造成任意点的角度，所以这里要改成什么？
x 招来加啊 ，x 来加，啊，这里改成 delta 对吧？啊，这两个会什么？会相等，对吧？哎，他不管别人做什么群组啊，哦，对，我还没有做动画，做一下动画，对不对？